第三个知识就是很关键了，这就是操作技巧。一位一太极在风水当中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，任何东西我都可以用它来立太极点，从而断吉凶。那么我们首先学习下罗盘的方法，这是一个床，这边呢是床头啊，这边是床脚。如果这个床上睡两个人，记住啊，如果床上睡两个人，那么我们是把这个床一分为二，这个大家能明白吧？如果床上睡一个人，我们就不需要一分为二了，我们直接整个床都代表他一个人，这个大家能懂吧？那么我们怎么用呢？比如说，这叫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的床的话，我们就以床的十字交叉点下罗盘，就这个位置下罗盘。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我一直没给大家讲过。之前有人问说卧室风水怎么下，我说在床离心脏的位置下罗盘，其实也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啊，人睡在中间嘛，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，但这样会更精准一点。那么如果是睡两个人的话，我们就以这样子来看啊，这样子来看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，那这边呢就是一个人的点，这边就是一个人的点，必须要知道罗盘下在哪里啊，你不知道罗盘下哪里，我就没有办法讲了。那么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我们用一个卧室来代表，这是一个床。那么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下罗盘，明不明白？这里下罗盘，然后呢这个卧室的门在这里，这个方法的用法是什么呢？是以床头和门来论生克。这个地方下罗盘，我们要测量这个朝向，就是床头是朝哪个卦，我们只看卦就可以了。后天八卦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朝向呢是后天八卦。比如说我们朝向西南方，你这个床的床头是朝西南方睡的，那么西南方的后天八卦是什么？坤卦。坤卦的后天数是不是二了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得出了一个结论。然后呢，我们又通过这个点来测量这个点在哪里，又测量这个门在哪个地方。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东北方，就是你的床头是朝向东北，床头的东北方的后天八卦是艮的后天数是八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测量的时候呢，床头朝向是东北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下楼盘，我们定这个门，门的方向是南方，对吧？南的后天数是离卦，离为九，能不能明白？大家肯定想，是不是以这个卦离它甚深刻呢？不是的，没有那么简单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又涉及到第三步。